因为马国义把第一个人演得不够清楚，对，我们刚才中间才确定那个人，我们搞错了，对，会猜一个字，但是表演的方式差非常多，约定俗成的以为，结果孰料不然，绝对不一样。现在请开门，没有错，哎，不要乱动了，那个马国义，不要乱动，不聊，好，不聊了，不聊了，好好想想，这个人呢，一定就是嘻哈人物。 嘻哈，嘻哈很多人呢，不算不来差，不可能说外国人，我觉得他是马吉迪迪。马吉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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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吉
我有答案了，答案是，马吉弟弟在夹娃娃机的时候，侧风向。哎呦，漂亮！一猜就猜得到，漂亮！太厉害了吧？这么冷的答案呢？他第四个，他没有比很清楚，竟然能够猜得到。猜对，棚内没风，棚内没风，马上来风喷。 我觉得不是马吉弟弟，又不是弟弟，孙悟空，孙悟空，你这样，7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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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对，阿喜不应该啊。孙悟空，孙悟空在什么时候？在抓娃娃机。在抓娃娃机的时候。对，他的娃娃机。哦。抓鸡的时候，然后抓鸡，对，抓娃娃机的时候，应该是去抓猴吧。孙悟空在抓娃娃机的时候，不小心抓出了一根金箍棒。漂亮。哎呦，漂亮！抓鸡抓到金箍棒，像不像是一个三级片的片名？剧情今天打出来，抓鸡抓到金箍棒，喷！阿喜，你好棒哦！耍鸡，耍鸡，对，
哎，对耶！你会耶！你会抓鸡爪鸡？怎么看出来的？没有，因为他，我们台湾国内唱嘻哈的人这么多。对啊，人人有功练，抓鸡摸到金箍棒。抓鸡怎么样？没有跟金箍棒没关系。抓鸡是抓的时候，越来越情色了。抓娃娃，夹娃娃机玩抓娃娃机的时候做了什么？鸟睡，鸟睡，鸟什么东西？催眠，干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我不干，我只是为民众，我没有。如果你有参与感的话，你回家看重播。我猜，你杀天机会已经过了。我这边根本就没有答案。来，什么人？到了。来，打多少？黄立行的哥哥。 黄立行的哥哥，黄立行的哥哥，大只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唱的嘻哈的，但他刚穿的那个马吉弟弟感觉比较对啊，但感觉不是马吉弟弟，还是MC哈斗？马吉哥哥，这个动作他们都会做哎。对啊，MC哈斗。但我刚刚有听到他们有说什么差一个字，差一个字。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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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，什么人？黄立，哎，黄立成，马吉短。马吉，从马吉弟弟变马吉大哥了。马吉短，马吉短，在黄立成在玩抓娃娃机的时候。在玩抓娃娃机的时候。来哦，来哦。催眠，哎。哪来的 idea？ 对呀，催眠 ，pass。怎么了？我们要清楚，因为观众朋友不知道我们在闹什么。先稍待，片刻。我是乱猜的，是不是很爽？我跟你讲，连你都没答案，好厉害！连你都，我有，你答案跟他一样的，不一样，所以啊，对不对？你答案是什么？我猜是许纯美啊。你这样吗 ？OK， 哎，但是马吉大哥真的不好比耶，要怎么样？我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光哥，一个都已经要被猜光。王立成准备。超强啊！还有这样子，太多，送三秒给你们哦，跟这个题目完全没有关系的。好，你看，你可以用柯文哲来模仿黄立成吗？来，预备，起！柯文哲模仿，我这个哦。哎，我跟你讲。谁要再让我在公开场合再模仿什么认真？对，先休息，先去休息。昨天我在南部拿一个马英九的那个马克杯给我，看了还说我哈哈大笑，哪有笑？都是旁边的人在笑。孩子，你要说冷静，冷静，因为掌声鼓励，漂亮。恭喜冠军队！来，两队攻守交换。门国队要注意了。刚才就是不小心聊到差一个字，对吗？对一个懂得联想的人来说，这就是最好的现实。而且阿星心机又很重，作弊啊！作弊，心机很聪明，好吗？他是主持人，没有啦，聪明，细心。我了解他们要出什么，是细心啊。请关门，请抽题，什么颜色？蓝色。好的，来，请到前面来看，一起看。Oh my god！ 哎，真的这么红？可他对啊。不能发出声音哦。对啊，不能讲话，不能讲话，不能。你要不要把眼镜拿掉啊？是不好表演。对，哇，这个古人啊。哎呦，你不要再讲什么古人。你是上次你就讲什么古人？刚刚就讲过了。要泄题。不要，他们那么聪明。不能说，不能说。好，郭子干准备，预备，开打。惨了！
鱿鱼跳啊？啊，什么啊？为什么一直跳啊？对一下，耶！赢了，恭喜！赢了，请开门。哦，字体好。现在三十秒整理一下你所看到的内容，时空线索，想一想，三十秒，三十秒。请开始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什么人？印度阿三。哇塞，这么厉害！因为有蛇嘛。对。然后印度阿三吹那个号角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蛇变成青蛙。对，你要先想哦，有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？印度阿三在吹棉蛇的时候，他变青蛙，蛇变青蛙，蛇变青蛙，哇，好离谱啊！我知道那个不对，他改一下，改一下。印度阿三吹棉蛇的时候，结果发现是一个青蛙。什么逻辑？那有什么不一样？先生，哇塞，鳄鱼先生，好厉害啊！放弃，有啊，鳄鱼先生不在了，我放弃了。你干嘛放弃？我才放弃你嘞！哇，你还没看我比？蛤蟆，这个蛤蟆功很明显，蛤蟆功，蛤蟆功，在跳蛤蟆功的时候，然后最后又这样，对不对？这个我猜出来了，什么 ？Bobby， 那会不会是杨彩华？会不会杨彩华在练蛤蟆？王彩华，王彩华姐，差一个字差很多。杨彩华姐在练蛤蟆，不要乱提示，不要提示啦，不要再乱讲了，不小心了。他有说出？有说出来吗？真的假的？不小心花姐，哎，彩华姐对了哦，王彩华在跳蛤蟆舞的时候，太合理了。合理啦！你我们你现在聊天对不对？我们一走到这边就讲答案，一走到那边就讲答案，好不好？你说这又不是多大的一条车站，停那么久干什么？来，站好。啊！答案要喷了是不是？预备起。谁？王彩华姐在跳蛤蟆功的时候，都你跳波比。哦，你干嘛？没有跑出一只蛇来吗？在练蛤蟆功。在练蛤蟆功。在练蛤蟆功的时候跳波比。对呀。波比波比波比。喷！我们要被喷了。来，什么人？彩华姐。因为他如果讲彩华姐，感觉没有没有，刚刚都在答案了。在吹，刚郭哥有比这样是吹乐器还是吹笛子？有比这个？在吹乐器，在吹的时候，在吹乐器的时候，突然变成蛤蟆。你们这一组是那个什么中国民间故事的吗？喷！这个彩华姐以后怎么敢吹笛子呢？他第一个表演的那个应该是大陆的那个唱高音的那个啊，谁？你觉得是谁？什么娜啊？我说龚琳娜，龚琳娜，那个龚琳娜是唱的忐忑的那个嘛，神曲的那个。对对对，但我觉得他不会出这个。龚琳娜吹笛子，然后引蛇出洞。那怎么会有蛤蟆？引蛇出洞？那不可能对的嘛，对不对？不再好，回来点，来分。哎呦，真的厉害，好痛哦！你们四个人站这边，陈大天准备。音乐，起啦！国斌演歌字字到位，惊艳全场。杨宗纬啊！杨宗纬，你刚刚你乖，这个是杨宗纬，杨宗
棋的时候，蛇跑出来了。一定是，这一定，肯定是内裤穿太松了。对，玩着玩着蛇跑出来了，跑出来。是谁把蛇放出来？是，这个一定是蛇，这一定是蛇。你刚刚讲吗？哎，站好，站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确定哦。来喷。换我演，换你演，屏风表演班的哦，屏风表演班的哦，看好哦，来，请 Q， 请音乐下，这个重，这个重，哦，健康护照。吹蛇出来了。来，答案是杨宗纬走健康步道，吹笛子引蛇。给你们这么多的机会了。pass。整个很厉害。健康步道没有来吧？我是最后一个加入屏风的。真的不敢承认了，是不是？第三题，我看你们别拿奖金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，没关系。我们拿奖金其实也，我们马上奖金。我说真的，我从来目前到现在还没遇过一个来挑战的队伍是很那么烂。对啊，我们把奖金要给他们去集体治疗啦。对啊，厉害，你那么烂，集体治疗。因为好不好？因为其实平常我说真的，我有一个乐趣也是在家里看焖锅，我看到郭哥在表演，我都觉得很生动。对啊。但是今天在这边看表演，都觉得没有表现到。完全没有表现，好，现在换我第一棒。我们血池嘛，好不好？我们血池，关门。请你们珍惜我们让给你们的这一次机会，真的。好，来，加油！也不要再冲，不要吵，加油！看一下，题目是什么嘞？啊？是谁？啊？谁？这不要说郭哥，这叫本人，人家来，人家也猜不出来。对啊，啊，哇塞，这个歌手太难了啦，差一个字啦，差一个字，怎么差一个字？我们可以直接跟他讲说他的广告也是郭哥。快点哦，没时间了，还有五秒，还有五秒，还有五秒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准备，请思考。还有这个嘛？这是第一个动作吗？对，这是一个 key down 的人，鸡童在起鸡的时候，在起鸡的时候，不是会是这样？啊，在扯铃的时候，在扯铃的时候，然后做些什么事？鸡童在扯铃的时候按计算机。啊？对，按这个嘛？他在算名牌吧？还在报名牌，算明白，哎，感觉比较像在问世，还有一个这个动作嘛，在问世人，还有摇珍珠奶茶，是摇珍珠奶，哇，他经常在摇珍珠奶茶，还有这么忙啊？什么人？鸡童在摇珍珠奶茶的时候按计算机，摇珍珠奶茶的时候按计算机，嗯。小茉莉，我觉得什么人？我不应该摇他，应该是不应该摇他，应该是007，007，因为他刚刚这样子，然后事情有了重大的斩获，对，007，对不对？在做什么？詹姆士庞德，
詹姆士在做菜，因为他让那个枪那个子弹一射来嘛，所以他詹姆士庞德在闪那个子弹，对，所以詹姆士007摇珍珠奶茶，对，摇珍珠奶茶的时候如何？那个算命。前面其实很明显，你看枪，然后躲子弹，骇客任务有没有？骇客任务的谁？激怒李维，激怒李维，激怒好不好？激怒，激怒，激怒，激怒李维，激怒李维，在什么时候？然后在这个就蛮明显的吧，摇那个摇果汁的，摇那个嘛，珍奶，摇珍珠奶茶的时候，对，摇珍珠奶茶的时候，动作，摇珍珠奶茶时候。有没有这个？对，看手相。问路。中校中。你看鼻子拱到这。不是在看事业线还是感情线？对啊，他应该是看手相才。激怒李维在摇珍珠奶茶的时候问路。问路。对。这个比较像题目。对。对，这比较像题目。很接近啊。我有另外一个答案，激怒李维在摇珍珠奶茶的时候讨债来。票在这里，本票在这里，来钱钱钱，本票这样。好啦，那就这个音啊是你的对不？这都是你的签名。这题目也出的好细。那激怒李维在摇珍珠奶茶的时候，算命喷。我要猜对了啦，激怒李维，因为前面激怒李维动作郭哥是这样子嘛，就是激怒李维，然后接下来他有这样子这样子是跳凌波舞。啊？啊，刚是这样是干嘛？在跳铃，这不是有子弹吗？激怒李维在，对呀，因为他第一个动作是这样。激怒李维在跳凌波舞的时候如何？这样子啊，是跳凌波舞，然后最后郭哥做了一个这样这样这样的动作，然后有点数，然后玩洗巴倒啊。哦，激怒李维在跳凌波舞的时候摇骰子，摇骰子，确定吗 ？Pass。好了，今天的分数，我相信你们的血池算成功吗？我相信是血池失败，来再喷。哎呦！欢迎进行决战演歌秀。哇！哥用演的演给你看。哎呦！演歌又是表演题啦，表演题啊！我们的强项的啦，你们拿手的哦。我们的强项，我不敢说，不敢说，不要让我们失望，也不要让观众失望。不会再说了。第一管的是他们嘛，我看就你们先来好了，好，好不好？表演谁来演歌？我来演一下好了，好不好 ？B B 演呢？对啊，马国碧来演呢。嗯，三位请就位。好，好来，马国碧。比较残忍。什么颜色？哎，第二张，蓝的。蓝色的。蓝色的。哪色的？蓝色的是虾米歌呢？我这个歌很熟了。哦，好听。KTV 必点，是这个副歌很难比耶。这是我谁都别的安慰，拥抱。又会唱，这首歌我太熟悉了。而且吉木要怎么比？你很熟啊，我太熟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好，就这样哈。好，来，请他们转回来。来，准备决战演歌秀第一首歌曲。东京，有，哎，很厉害，
机，我觉得很好，明天再打电话。谢谢你来啊，放掉，献给。好，向右转，来耳机拿掉。好，来，请讨论三十秒。会比猜得出来，我也不想。给你们一点小提示，刚刚 Bibi 啊比得很好哦，真的比得非常，比得很好哎，他整个字都到位，他比得很好，每个字都比出来，到位哎，几乎都有比到，每个字都有比，对，嗯，好到你会整个分析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小哥？已经有拥抱，有已经几乎是手语歌的那个成绩了，对对，手语歌，手语歌，心理，时间到喽。这个啊，他比的都是有道理的哦。对，然后这样重复，他是什么？一个箱子啊，然后又公鸡啊，对，然后公鸡，下一秒还有他要干嘛？他要干嘛？摸，对，浩然姐应该不知道。谐音，我先告诉你是谐音。如果没有概念的话，赶快多写一些关键字。我是觉得是亲密爱人。亲密爱人，喷。第一次没答对，所以两分没有了，再来就是一分喽。一定要看出来，请戴耳机。他有 keyword， 他有 keyword， 他有 keyword。可以记录，可以记录。你看到什么，那都要写下来哈。你 keyword 出来。第二遍得一分的，有可能吗？决战演歌秀来了，第二次。已经看到 keyword， 却联想不到这首歌的两名傻妞，究竟再看一次，他们能否看穿精髓而答对嘞？芒果搭档不止模仿爱搞怪，连剪辑法都超无厘头。就刮你还要求哎，好好问题跨魂。女孩为什么哭泣？是不是心中藏着不如？好，停停停停停，最最哦，嘿嘿塞，多求乞丐。心中藏着不如意。嘿嘿嘿嘿嘿，小妹小妹嘿嘿塞塞你，对嘿，都是嘿都是嘿。不如意。变得一分的有可能吗？决战演歌秀来了，第二次。心里我相爱，脸笑脸，不算什么，没有。爱错就爱错，来三十秒，请继续讨论。差啊！有个摸，对，然后攻有个攻。哎，你们去，哎哎，你们同队的，你们不能去，不能去。看一下，没说啊。不提示啊，看他写什么啊？这个写字吧。他有 OK 嘛？他给。那你去看一下他写什么。不要两个字，他们。我们已经讲很多了。对，我们其实真讲嘛，讲摸。其实。鸡摸。鸡摸。鸡摸。哎。有什么是寂寞姐？寂寞？寂寞啊！寂寞，寂寞，寂寞就好。会这么简单吗？这首歌歌名叫什么？寂寞，寂寞就好。我寂寞，寂寞就好。太自私了。你看他寂寞，寂寞就好，就好。哦，对。
们现在确定你们答对就对了。对啊，好有自信啊！写对哦，这些对哦，要写对哦。寂寞就好，还是寂寞？寂寞对啊，小心哦。好像寂寞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啊。对啊，字数要正确啊。长的歌名吗？寂寞寂寞就好。所以不是寂寞就好，不是四个字，是六个字，对不对？六个字，我在寂寞就好。答案是寂寞。清楚了，而且我都在情境里面，比得很好，比得很好，比得很好，非常在情境里面的，厉害哦！恭喜得到一分，两分。来，闷锅队，谁来演？郭哥去演吗？郭哥，郭哥演，我演。你演歌的，你不让陈，你不让陈大天来演，他会不会演的比较好？没有，没有啦。我演吗？我们比较常在唱 K。哦，对啊，唱 K 啊，唱 K 是拉 K。可以的，内地唱，内地唱。常常去唱。那谁猜歌？我们两个，我们俩猜。好，对对，他们猜。好，两位就位。全部就位，戴耳机，转身，这边准备，请抽歌。那就第一个嘛。第一个。鱼的。鱼的。鱼的是啥歌嘞？啊！简单了吧？不要哦，不能跳出里面的舞蹈哦。不能跳哦。不能跳他的动作，没有舞蹈动作，你要演歌词。你只要敢这样子比，我就把手切断。你只要这样就不行，你只要这样子，对，只要这样子就把手把脚剁断，不行。不行。你只能比人说歌词。啊，比歌词的，对，比的歌词。好，好，准备，请转身，来准备，决战演歌秀这一首。国民歌，对啊，算是。眼睛，看，下面，左看西看，遥控，眼东看西看，东听西听，头脑有问题，东笑西笑，耳打花，我的心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走，不，走来走去。等一下，你有在看吗？你完了，你没有讲，讲来三十秒，请讨论。开始。好难哦，他有一直亲东西，他有四个，然后一直这样子亲，四吻，然后对这样子，这个是四吻吗？这样，我刚刚讲出来，你们两个都有一个讲到关键，可以讲吗？哎，不能提示，不可以讲，他在踩4个吻。斯文，对啊，什么歌？傻瓜，我们怎么？不对，没有啊。前面还有拔河，还有拔河，走还有走，还有游泳，他还有游泳，什么东西啊？走，哎，会不会是蝴蝶的烟花不要采？他刚有这样的，烟花没有吻这个歌词在里面，还是历史？哎，抓啊！你是我的小妖，你在写歌哦。小妖在写歌哦。来，哦，我知道了，答案是完蛋，应该就是这个答案。哪一个？路边野花。不是，就是你刚说的。有答案的是。你是我的花朵，闪闪光芒。对，高走。哦。高楼电梯，霓虹深处。对。有很多人群很拘束。答案是，闷锅队赞，你是我的花。谁的歌曲？谁的歌？狗爸，几清仔狗爸？嘿，你是我的花朵，应该是吧？高楼电梯，高楼走，确定？哦，恭喜！
怕串。好哎，因为我那个马国炳有歧视，哇，他那个酒，我靠，那你就是我的，好会闻呐，得到2分2比1，恭喜获胜。